太久没让老婆喘，模范夫妻感情亮红灯。婚姻就建筑在吃这些上，真的、啊，不管怎么撑得下去。哦，你说婚姻活不下去是？对，怪的胆固醇非常多，体脂非常高。嘉玲跟我说，我都会跟我老公会散步，他说散步没有用，他说你一定要走到你会流汗、会喘。这还要医生讲吗？很久没有喘了，很久没有喘。那要问王宗平，为什么不让你喘？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